我要赶快了解小肥，这样才可以尽快成为他的完美搭脸。哇，奈特，这不是真的吧？你到底在做什么啊？如果要小飞不要再为我烦恼钱的事情，那也不能够在这种店上班啊，是不是自己？我不要。这是奈特第一次拒绝我，他是认真的。这家伙常常做一些超乎常理的事，他是真心喜欢你吗？明视频道，绝对 darling。